爱我们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。神，你爱我们超越过一切，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永福教会是得到你大大恩赐的教会。你是给我们一群有活力的年轻人，他们来带领我们来赞美你，歌颂你的大名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很好的传道来带领我们更认识神你的话语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华语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期待这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时段的调整，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怜悯来饶恕我们，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就静静在那边等候着我们回头，你永远用你慈悲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。阿爸父神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也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永福教会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在彼此软弱的地方，我们互相的帮助。也愿神你的灵充满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是满有神你的恩典与怜悯，我们能够将神你的福音传给到我们四周围的人，让他们因为看见我们而能够看见神你的荣耀。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将今天的聚会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愿一切的颂赞赞美都归于神。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圣经解释在诗篇第150篇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诗篇第150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声大响的拔赞美他，用高声的拔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愿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。以下的时间我们要交给洪传道，今天他要讲到的主题就是赞美。